嗯、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期谭思同的奇谈怪论与林立果的秘密行刺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比较，过一会儿大家就能够发现其中的奥妙之处。就是说，在昔日的这些官宦子弟当中。 他往往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涌现出这么一些另类人物，而这个另类人物呢，恐怕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我们先来说一下谭嗣同。说到谭嗣同啊，很多朋友就一下子能够想到当年他写过的那两首诗，其中一首就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可以说是脍炙人口的这么一首诗，但是大家还不知道他有另外一首诗仍然非常动人，即便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时候仍然会被打动。这就是一八九五年除夕夜的时候，谭嗣同年仅二十九岁，这么一个青年人，有感于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写了这么一首诗，其中最后两句。 尤其动人，他写的是这样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大家完全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这位近乎于抓狂的谭嗣同的这种心绪和情绪，甚至也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啊有良知、有底线的中国人。 在面对国家遭遇前所未有的重创的时候，这种心境想必一下子就跟谭思同一样，彼此之间拉近了距离，同呼吸共命运，啊，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谭思同后边的一系列的做法，都是由他的这一腔热忱而顺理成章的。 当年呢，有过这么一个小册子，叫《思维的悲剧与悲剧的思维》，这是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是迄今为止啊，专门一一本研究谭嗣同哲学思想的这么一个小册子。读起来呢，不是很好读，因为他这个文笔啊，不是那么通畅。但是这本书呢，却能够啊，主动向我们介绍谭嗣同的一些奇谈怪论。 因此，更让我们关注这位戊戌维新变法中的风云人物谭嗣同。当年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不有行者，谁图将来？不有死者，谁鼓士气？”所以，谭嗣同愿意以身试法，用自己的一颗头颅和一腔热血，去唤醒那些沉醉在迷梦中的中国人。 让中国走出桎梏，啊，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去世之前，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也几乎是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总之，我刚才给大家列举的谭嗣同，都是谭嗣同的为大家所熟知的这一面，或者说呢？ 也是这么多年来，官方不遗余力的向大家灌输的谭思同的所谓正面形象。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官方不惜花重金拍摄了好几部反映谭思同生平的电影，其中最有名的一部是由老演员达世长去扮演谭思同。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谭思同让人瞠目结舌的另一面。 这要从谭嗣同的奇谈怪论说起。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啊，上上个世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在遭遇西方列强的侵凌。那个时候啊，用这个官方语言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地界上为所欲为。西洋列强啊，这种做法让很多中国人。 敢怒不敢言，那么谭嗣同身在其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呢？这里我给大家举几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谭嗣同传世的有一本书小册子，五万多字，叫《仁学》，仁义的仁，学问的学，这是集中或者是荟萃了谭嗣同的全部的政治、哲学、宗教。 等等思想的一个集大成者，这本小册子读下来以后，我相信大家会对谭嗣同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概念和印象。现在呢，我们就来谈一下这本小册子留下的几个关键点。谭嗣同对君主国家，或者就是说对这种君王专权的国家，表示非常愤怒。 啊，这一点呢，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谭嗣同他不是一般人呐、啊，他不是老百姓出身，他是一个标准的官宦子弟，大清朝正牌的高干子弟，他老爹是官拜巡抚，挂兵部侍郎衔这就是说标准的正二品大员，啊，可以称之为大帅的人物，而且谭嗣同本人。 在两湖地区，年纪轻轻就声名鹊起。他与张之洞的儿子张立仁、陈宝珍的儿子陈三立，啊，也就是后来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或者叫陈寅恪的老爹。感谢咱们这位朋友啊，与这三个人并称“湖广三公子”，那是名扬天下。而谭嗣同本人也有头衔 他在正式进入北京之前，他是江苏候补知府，人是官员，啊，但是就这么一个正牌的干部子弟，这么一个呃顶着候补知府头衔的官员，他对于君主国家的评价是什么呢？他引用了法国人的话，他说：“是杀尽天下之君主，使其流血满地球。” 以泄万民之恨，而且他又引用朝鲜人的话讲，他说：“地球上无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困于君权之事，非此亦无以自振拔，民乃亦迂弱而孤败。”就是说，宋明理学这套东西。 只能让老百姓越来越虚弱，让这个国家呢越来越完蛋。他说的这番话可以说是振聋发聩啊！别说一般的官宦子弟不敢说，就是顶尖级的这几个大人物的子女，谁敢说这样的话？这简直就是犯上作乱。而他呢，不仅仅是谈到这个君主问题，如果谈到这个问题呢？ 当时，啊，反对君主国家的人比比皆是，虽然是凤毛麟角，但不是说的完全没有。问题是，谭嗣同的思想又进一步的谈到爱国的问题，爱国与爱民的问题。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种涸辙而渔、自命为理财、为报效国家的这些言论。 都是非常混蛋的。谭嗣同讲：“我不知除民之外，国，国，国何有？”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把老百姓从这个国家当中分离出来，我就不知道这国家还有存在的意义吗？啊，这是一条。其次呢，他又这么讲，他说：“如果国民。” 不能够享受到同国家一样的尊重和待遇，那么你怎么要求国民去爱国呢？这个话是说在上上个世纪末的话，啊，这是很有力度的一番话。在今天，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也说不出这番话来，就更别说是在干群子弟当中了。啊,啊，这是谈爱国和爱民。 那么，中国当时遭遇前所未有的西方列强的侵夺，这个原因从哪里找呢？啊，一般都是说啊，极贫极弱，啊，贪官污吏，然后呢，太后老佛爷骄奢淫逸啊，等等，顽固派保守等等这些我们听惯了的话，但是谭嗣同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谭嗣同是这么说的。 然则中中国谋自强，民之曰自强，则其责在己而不在人，故慎勿为复仇雪耻之说，以自乱其本土也。就是说，中国要想自强，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别总一张嘴就是复仇雪耻啊，那就把。 最初追寻的本源丢失了，而谭嗣同进一步指出，他说：“虽独夫民贼之罪，要由众生无量生中之业力所感召而纠结。”这话说的是很厉害的。他说：“五官中国之大节，至矣，不然何人心之多机械也？” 西人以寨外之机械制造货物，中国以内寨之机械制造捷运。今之人莫不上机心，其根皆由于遗迹。这段话说的就更厉害了。他说，即便是历史上这些有名的毒夫民贼，他们也不是孤立产生的，都是由民众当中的这种戾气拥戴而产生的。所以。 这个国家沦落到这一个地步，没有哪一个人是完全无辜的。而且他进一步的指出，他说西方人把心机啊用在制造货物、发展科技方面，而当时很多中国人把心机用在内讧上边。所以他说，心生一计是什么呢？就人与人之间丧失了应有的信任。 这是一个完全信用缺失的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你去对抗西方列强，你怎么可能打胜仗呢？谭思同的这个观点是很厉害的啊！一般呢，咱们说愿意把这个啊事情呢往一边推，要么推给制度，要么推给路线，或者推给少数的这个反动派啊，或者是反面人物，说他们把中国的事情搞砸了。 啊，没有多少人愿意往自己身上想，而且谭嗣同说的这句话是很厉害的：“五观中国之大节，行之矣。”说如果不改变这样的啊态势，未来对于中国来讲，恐怕还有更加难看的事情要接踵而至啊。 老弟讲的很对啊，在大清朝看得明白的人不容易啊。那么最后，谭嗣同还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说出来以后，估计很多人就下巴都掉了。谢谢老弟啊。他在谈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他是这么讲的：他说，幸而中国兵不强，马不壮。 如果中国的海军像英国、法国那样穿梭自如，陆军像俄国、德国那么凶猛，那么世界的灾难可能就不可思议了。那世界各国就是想成为准噶尔部，恐怕都不可得。因此，谭世同说：“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时使,使之。” 所以取用其仁爱，至于极致矣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邪愤寻仇为物，多见其不量而致自其生矣。这话呢，翻译过来很简单，就是说东呃，东方的中国被西方列强打压，这个实际上是天意，人家西方列强是来帮助你，是表达一种仁爱。 只不过表达的方式比较极端而已，而中国很多人呢，他接受不了，他居然要跟人家复仇雪恨，这一下子就把这个话题给带歪了，把节奏给带偏了。接下来，谭思同还不放松，又补了一句：“啊，他说如果因此导致东西方国家不相往来。” 仍然抱残守缺，仍然坚守中国昔日的这套旧办法，那么绵延长夜，万劫不复。这漫漫长夜啊，啊，就不可能有醒悟的那一天。而且谭嗣同还有一个预见，这这更说起来更吓人啊。他说：“这两千年由三代之文化降而为今日之土蕃野蛮者，再过两千年。” 就由今天的土蕃野蛮降而为权势而挖泵，而生理舔绝，唯于荒芜大陆，若无生物之沙漠而已。他说：“如果再不觉醒，再不认清形势，那么中国大陆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土蕃野蛮。” 那么再过两千年，你连吐蕃野蛮都变不了,了，那就变成了，啊，飞禽走兽了。而飞禽走兽之后，就是荒无人烟的沙漠。这这是谭嗣同给大家勾画的，当时中国的未来景象。大家不妨啊，扪心自问一下，看看谭嗣同说的这些奇谈怪论，是不是就是奇谈怪论，还是跟真理贴点边 这么一个人物，啊，发出的这些吼声，被历史淹没了这么多年。当我们把它从故纸堆里挖掘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感到憎恶呢，还是感到亲切？相信答案不言自明。谭嗣同这个人，不是一个热衷于功名的人。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当时谭嗣同。 名声已经出来了，所以梁呃，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拜会一下这位晚辈。张之洞呢，想结交谭嗣同，因为这个人他认为中非池中之物，早晚是要发迹的，而将来的天下是要由年轻人来扛的。张之洞是什么人物？北元南张，北方江臣领袖袁世凯。 南方江臣领袖张资张之洞，那是朝廷的红人啊！谢谢这位朋友，人家是湖广总督、兵部尚书、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啊、呃，右副都御史，那是正儿八经的治军大人。可是谭嗣同呢，毅然北上，没领这个张之洞这个情，结果谭嗣同的这种做法让张之洞很没面子。 出于无奈，谭嗣同的老爹谭继洵不得不自己备了一份礼物到张之洞的门上去给赔礼道歉，而且说这些礼物呢都是谭嗣同临走前买给张大人的。谭谭嗣同根本不可能给张之洞买东西嘛。张之洞一看这东西他就明白了，但是张之洞呢不动声色。从这件事情上，咱们也可以看出来。 谭思同如果是一个热衷于官场交往、喜欢把自己的顶戴花翎拔得更高一点的人物，他绝对不会做这种不近人情的事情。且不说张之洞是他老爹的顶头上司，他即便是从他和张立人之间的莫逆之交，这张之洞也算是他老伯了。可是呢，谭思同根本懒得搭理这些老官僚。 认为他们就是鸡贼，啊，你们搞的那些所谓的维新呢，啊，所谓的新建陆军呢，都是花架子。而谭嗣同要冲破一切罗网，要把中国带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这是这个是谭嗣同的啊，谭嗣同的全部的壮举。所以，不论是康有为也好，还是梁启超，都不能忘谭嗣同向背。 然而，这个人啊，很可惜，年纪轻轻三十三岁，人就走了。所以这就回应刚才咱们这位老弟所说的，在大清朝看得明白的人都活不长，没办法，混沌的世界容不下明白之人。那么，咱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在距谭嗣同去世之后七十多年后，又出了一个小老虎似的人物。 此人想必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啊，林立果。林立果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从其他的个人呃行为上啊，比不了谭嗣同。但是他有一点跟谭嗣同很相似，就是都是干部子弟出身。同时呢，他也是一个啊说得到做得到的这么一个人物。 当年，据林立果的姐姐林立恒回忆，林立果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坐着坐着等死，不如主动出击。实在不行，就跟医主硬干。这医主啊，指的就是伟大领袖啊，把他干的这些事儿公诸于天下，号召全国声讨。” 总会有办法的，啊，这是林立恒的回忆。还有一个呢，是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的回忆。张宁的回忆是这么说的：林立果讲，我就咽不下这口气，医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想整谁就整谁，别人不敢反，我就敢。首长忍耐那么多年，还是躲不过去，你就甘心眼睁睁地看着首长挨整？这个。 用陈凯歌的话讲，啊，陈凯歌在回忆录里边讲过类似的这个干部子弟的这个状态，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和权力之间犹如衣架和衣服，衣服在时错认为我系衣服，衣服不在所幻想的也不过是衣服的附德，自身，啊、呃，自身是否为人，如何做人全不重要，本是这类人的可怜处，当然。 关于林立果啊刺王杀驾的这个事情，我在之前的节目里已经讲过，这里不再重复。他的动机、他的作为，包括他的后果，某种意义上讲不具备积极的意义，也不可能真正的推动历史向正轨方向转进，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是问题的另外一方面，在当时的那种极度高压、让人窒息的情况下。 谁能像林立果这样拔刀而起呢？绝无仅有，吓都吓死了啊！你更别说还要口口声声要跟医主干到底，别人不敢反，他敢反，这种胆量，即便是用嘴说一说，我相信当时也没有多少人敢做出来，说都不敢说。你包括这个四大金刚，他们谁敢说这种话？绝对不敢说。 但是林立国敢说，而且林立国不仅敢说，而且他也是这么做了。那个“五七幺工程纪要”，最终让大家看到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这算是林立国留给大家的一个重要的念想。所以，综合谭嗣同和林立国，我们就会发现，在这种官宦子弟或者是干部子弟当中，他是经常会有一种另类人物出现的。 而且越是到历史转折关头，这种另类人物的出现就会越来越诡谲，他们的手法呢就会越来越怪异，甚至呢采取这种极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都是很正常的。这里我要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人们通常会掉入到血统论的两个陷阱，一一个陷阱呢就是像谭立夫标榜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这是标榜血统高贵啊，所以他们能做出来这个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一点不值一驳啊。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还是由奴隶创造的？这个话题已经争论了一百多年了啊。那么另外一个陷阱呢，就是认为这些干部子弟、官宦子弟，他们不论是做什么。 都是从他们自己自身角度出发，所以即便是他们做出惊世骇俗的事情，也不值得鼓掌叫好。这种说法同样也是一种怪圈或者说也是一种血统论。因为我们知道，当年劳动党取得天下的时候，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党组织里边百分之六十八点七的人是处在文盲的状态下。 换句话说，这个组织的死忠派，谢谢陈先生啊！这个组织的死忠派，是这些目不识丁的大老粗，他们才是真心真意、坚定不移要跟这个组织走下去的。而后，啊，脑后生反骨的思想里有怪异的，往往是那些读了书会写字的人，特别是像林立果这种贴近高层的人。 伟大领袖在别人心目中那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可是，在林立果心目中，他是什么呢？不言而喻。他留给林立恒和张宁的那些回忆，也已经看到了。所以，咱们强调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个人物，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出身，这个不重要。关键是看他说的是什么。 更主要的是看他去做什么，还为主要的是看他做的结果是什么，对哪些人有利，对哪些人不利，这才是评判是非的唯一标准。哎，好了，今天呢，关于这个话题，咱们就说到这里，感谢朋友们上来收看和支持，明天咱们接着聊，再见。 下边呢，我把这个温向会员频道给大家发一下链接，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参与这个频道啊，每天都更新。 好，再见，明天接着聊。